因为它是刚刚呈现一个 W 的形状，然后中间呢整个挖空，然后它的极性非常的低，所以你穿上去呢就会呈现一个非常性感，因为你的那个双乳会完整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，所以中间就会有很深邃的乳沟跟事业线了。然后重点是它旁边的包覆性很强哦，可以帮你把副乳通通都包进来，所以不但是穿的。就是还蛮流行，就是那个马甲外穿的，然后最近刚好就是可以后面是拉链的款式，对，大家可以看到这款是后面拉链，你不用再用那个大款式可以选择，有豹纹啊，然后比较甜美女生有可以选择小碎花款啊，还有爱心形状啊，跟我身上的这款蕾丝的。哇，好，我们刚刚那个动作可以慢动作重播一次吗？好，我们呢今年的首卖之外，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购物会上面买二送一，首五日买二送一之外，接下来考了很简单哦。好，请问一下，我们今年的满额赠，消费满3000送600块，消费满5000送1200块，所以我要再问一次，消费满5000送1200块，知道我要考什么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呢，在我们购物会上面，除了首五日我们有买二送一之外，请问一下，消费满5000送1200块，答对了。好，来，我们请我们的这个美女来帮我们抽奖，先帮我掷骰子，来，加油，请掷骰，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我们先拍个照。好，好，好康优惠，我要来送你礼物喽，请问一下，我们今年在我们的 Easy Shop Easy Body 答对了，好不好？两个其实都差不多，我们都得大家等一下喊的通关密语，尽量帮我喊 Easy Body 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。没关系，恭喜以后的时尚街那一副还有赠品享7折的优惠哦！好，恭喜你，谢谢你哦、我们这个直接到各位上面免费兑换哦，谢谢。好，